随便看啦、啊，随便看啦 啊！今天搞活动啊！老板多少钱？老板要500万，但是你的橘子哎，9块啊，10块啊！我懒得找一看，你随便拿点东西吧。好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不是说白脸水一样吗？干嘛要追走我？哎，老板算一下多少钱？31，1块钱就算了。嗯。哦，好的，给你钱。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给1块钱呢？你不是说1块钱就算了吗？不是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1块钱就不用给了，就算了。哦，那把钱还给我。哎，等一下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怎么就不明白了？我明白呀，要不然再算一次。嗯，哎，算吧算吧。这个是不是算了？算了。这个也算了吧。算了。这全部都是算了的吧？算了。谢谢老板。哎，算了吧。怎么怪怪的？哎，靓妹，哎，买蜡烛要吗？我买水果，不买蜡烛要。买点蜡烛要哎，自己蜡的，你可以过来劈一下哎，好亮的，好香的。你怎么那么会做生意的？我自己加蜡油，你都要叫我买的？你自己加蜡油不一定好吃吗？你劈一下我蜡的吗？香不香？嗯，还是可以，味道还是可以。多少钱一斤呢？48嘛。这么贵，你坑我呀？坑什么？外面卖1块，那5花又一斤都要20多啦。而且我辛辛苦苦晒，是，而且它又缩水了啊！明明那个猪肉这么大块，被我辣成这么小块，缩水了吗？谁辣肉有48块钱一斤那么贵的啊？那35嘛，35嘛。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来搞一点点，尝一下味道。一点点够娘啊吗？我够。去哪倒来，给我称。看你叫得那么辛苦。卖蜡烛肉了，25块钱一斤。25块钱一斤啊！有人这么搞？老板娘，你怎么这样子的？明明帮我买的，差的25块钱一斤啊！25块钱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说帮我买的，我不要给你买了。你怎么这样子做生意的？来，我追他一下他，我要跟你买哦。老板娘，哎。我要退货啊。嗯，退什么货啊？货出门不能退的哟。那你这个货它不平啊，你看缝到老师松上边。是不是你那个家里的地不平哦？那你这里平吗？啊，你看是不是老师松上边吗？你看是不是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你螺丝掉了。是啊，这个整掉了吗？那你不会三个搞掉它呀就平啦。三个搞掉啊？对呀、啊。那这样好看吗？下面谁看哦？没人看的。那也是哦。嗯、老板娘好会做生意。那这样不就平了吗？哦，对哦对。那这个三个纸仔放哪里去、啊？你拿回去。拿回去，你要给一个我啊。我给你什么？你那里掉了，我哪里找给你？我们这配搭的了，好好的。那这三个东西要换东西。三个东西你给我换什么东西啊？换三个耳仔盘啊。有换那个牙签，来换三个先给你。啊，牙签我不要，换那个耳仔盘。没有换耳仔盘的，你快点走。来，这个螺丝还想换钱，来。不是换钱，退钱，换那个耳仔盘也不值钱嘛。不可以，走吧，没得换，货出门没得换。我以后不来你这里买了。不来就不来。老板，有没有卖那个叉鸡啊？鸡啊？前面转动完就是啦。哦，谢谢啊。嗯。老板，我在那里啊，转来转去都没有看到那个叉鸡啊。来，我带你去。啊，这不是鸡啊，公鸡、母鸡、白鸡、乌鸡，什么都有。你要什么鸡？啊！哎呀，不是这个鸡哦，不是这个鸡，
是那个长鸡呀、啊，不是公鸡母鸡的鸡哦，是那个鸡呀、啊。他这里都没有你要的鸡，他这里家是当口最大最多鸡的啦，那我就不知道你要找什么鸡啦，那我要回去当口做事啦，不管你啦。燕仔，你的鸡买到没有呀？那，这就是插鸡，嗯，扫天来啊，扫垃圾啊，有时候漏水的时候这样防水啊，这样啊，都是这样子用的咯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这叫垃圾场啊！那什么鸡呀鸡呀鸡鸡鸡呀呀呀的，真的是讲半天。什么惨不惨哦？我又没有读过书，我们客家话就叫做插鸡啊，跟你都沟通不了的。可以同阿公阿龙龙回家喽。垃圾铲就垃圾铲了，还铲鸡铲鸡。老板娘你好。哎，这个盘子多少钱一个呀？哦，这个十块。哦，十块是吧？哎，看一下哦。哎，好。哎，老板娘，他这个盘不是跟我这个一样吗？不是卖五块吗？闭嘴。你不说话没人动，你是假吧？你是存心来打我生意的吧？本来就是卖五块嘛，而且你这个盘怎么那么不圆的？怎么那么奇怪的？圆不圆？扁不扁的？你是存心的吧？这个不是圆不圆、扁不扁，不是圆的吗？这是浅盘。哦，这个叫浅盘，这个叫深盘。对，这个深的可以装汤的。哦，可以，那我走了。你以后别给我见到你，抓回来我这个档口来好了。老板娘，这个面包多少钱？这不是面包，这是卫生巾，是女人用的。那男人能用吗？能吃吗？这个是男人不能用的，也不能吃的。那你们女人是怎么用的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不知道，不告诉你。我猜到肯定是不是跟那个BB那种这样用的，垫在那里的。难道你没有看过你老婆用过吗？差不多是这样用的。差不多这样用，那差多少啊？还有这个有二手的吗？这个你要二手的呀？你要二手的干嘛？我要二手的我自己用啊，一手的我不敢用啊。我这里没有这种二手的，你究竟买不买的？不买你给我走。那我要问清楚吗？那么凶干嘛？真的是讨厌。老板娘我又来了。你来干嘛？你快点走，不要你来。我肚子饿啊，我买东西啊。今天你又买什么？不干你事，我自己会讲。老板娘这个叫什么啊？这叫无穷鸡腿。无穷啊，是不是吃了好穷的？这不是吃了很穷，它的名字就叫无穷。有人无穷，无穷是什么意思嘛？吃了不会穷哦。吃了不会穷。对呀、啊。那它多少钱一个？15块钱一个。这么贵？那不贵了。那吃了我更加穷啊，这样子啊。哪个？我身上就剩10块钱，啊。你就存心来捣乱的吧。不是捣乱啊。你哪次买东西买成的？讲这种15块钱是不是？是。给你。15块。